国鱼卫冕赛战局烟消四起，卫冕者简雨伦步步为营，以守为攻。老师能够感觉得到你在唱歌的时候你的热度啊，你的投入。挑战者王冠茜冲锋陷阵，企图攻顶。听到现在为止唱的最好的一次，表情唱的极好。冠茜，我是觉得你做得到，雨伦你要小心了，这是个蛮大的威胁。国鱼战局会因此出现变化吗？